日睇呢個裝修單位係咩呢？就上次睇過㗎啦，上次就啱啱裝修到基本上九成㗎啦。咁啊，啲家私入緊嚟，床啊，所全部組裝緊。咁啊，影到個效果，但係未影到完全嘅。咁依家咧，就今日嚟睇咧，其實都黃昏六點㗎啦。咁啊，大概時隔咧就個半月度啦，係啦。咁啊，已經完全搞掂好曬，亦都係住入住㗎啦。咁我哋一齊 go， 一齊去睇下先。Hello， 歡迎收睇啊自家裝飾。咁啊，如果對呢個門口有印象嘅咧，應該上個月我哋都嚟過㗎啦，好啦。係啊，冇錯。咁啊，好開心啦！入住開叫做佢都差唔多入住㗎啦。咁啊，俾我哋叫做做一個完結啦。因為上次咧就係搬緊傢俬入嚟啫，咁啊都睇得唔過癮嘅。係。咁啊，可能啲嘢都有啲亂啦，跟住電視又到啊，床又到啊。係啊，嗰時啱好就係最後尾收尾安裝個階段咯。係啦，咁佢好開心嘅，今日都俾我哋一齊睇下，分享下個開心嘅程度就係入叫做新居入伙啦。咁啊，裝修完係啲咩嘢咧？冇錯。住嘅感覺，咁我頭先立過一眼嘅啦，都好舒服，好温馨。係啊。咁入到嚟，其實上次嗰啲 detail 位我哋唔多介紹啦，咁其實。即係依家佢係叫做擺設咗啦，即係你話哦，將啲裝飾可以擺喺邊，咁呢個咧就起咗作用啦。係啦，咁啊，所以咧入門口有時咧多少有啲綠植啊，呢咁嘅嘢擺放都會有一個用處。呢度就係一個叫做鞋櫃啦，兩邊嘅鞋櫃。上高就可以擺下啲裝飾嘅，咁佢依家就有啲新居嘅啲意義嘢啊，裝飾嘢都可以擺喺呢度。咁其實成個感覺入嚟係好温馨、好舒服。咁呢個好似應該有個窗噶嘛，我記得係。係冇錯，呢個入門有個窗。窗喺出邊個位置嗰度咧，啱好咧就係一個露台嘅位置。所以如果佢嗰個設計上你話中意嘅咧，可呢個位都可以咧，就可以擺種一啲綠植嘅，係即係可能啲叫做啲綠色嘅嘢啊，有陽光入嚟啊，都可以種到嘢嘅，係啦，咁啊簡單啲。即係有一個入户嘅一個功能區域，係當係個半個圓。咁啊過到嚟，睇下啦，呢個大廳。呢度咧就係上一次我哋影相時咧，特登分享過呢張圓台，係啦，係呢張咧就係大理石嘅一個圓台咯，係六人位。其實咧呢張台啊，八個人到十個人都 keep 下，其實都 OK 嘅，係啊。然後咧就係呢個咧就裝好咗之後，電器之後嘅一個餐邊櫃嘅一個現場啊。咁我見到呢個似啲應該係小朋友設計喎呢啲。係，呢個咧就係一個小朋友中意貼啲嘢噶嘛。本身就嵌入式嘅一個雪櫃啊嘛。係啊，所以佢可以同成個櫃可以融埋一齊，係平整度啊、方面啊，同埋啲立規啊都可以做得比較好。所以我話入到嚟好温馨嘅感覺就係咩呢？就係因為始終你啱裝修完未入嚟住咧，就咁係好似係空蕩蕩係爭啲嘢啊。係。咁你話即係入到嚟啦，你見到呢啲貼嘅小朋友嘢。甚至乎係個擺設啦，走櫃啊，同埋啲電視啊，主人啦，主人家業主咧就都有啲走櫃呢個裝飾嘅叫做啲樣板走，擺喺度裝飾，咁啊幾有格調嘅呢一個。係啊，呢個電視櫃咧，我哋設計時咧都融合咗佢哋嘅生活習慣，即係比如講有擺走板嘅一個需求啊，同埋比如講我哋做咗個深淺櫃嘅設計，係即係簡單得嚟咧，即係有少少嘅一個層次嘅搭配咯。係，但係咧又可以增加到個儲物功能。啊！即係上邊啊，同埋側邊嗰度全部都可以擺咗好多嘢。呢個櫃我上高都全部一排。係啊，全部都係儲物功能嘅嘢嚟㗎。啊！呢個電視幾多寸話？呢個係八十五寸嘅電視。八十五寸，係舒服。哇！而家睇到真係好似睇戲咁喎。係，加埋依家坐啲 sofa 啊，呢啲單椅啊，全部都係我哋自己公司嘅產品啦。包埋呢一張都係功能嘅一個電動嘅 sofa。都係電動嘅 sofa。係，功能嘅電動 sofa。透襯牛皮嘅。我哋可以定制嗰個尺寸同埋嗰啲顏色啊，呢啲嘢嘅。啊，好舒服啊！其實呢個係呢種咧就透襯牛皮荔枝面嘅，佢防佢即係會防刮啊，同埋坐緊會比較偏硬少少。佢所謂嘅荔枝面咧，其實即係叫做個質感係因為有少少係突出嚟嘅，好似荔枝個表面咁。係佢就會吸磨啲。係吸磨之餘咧，加埋咧佢個硬度會稍微偏硬身少少。係啊，即係有啲人咧，佢做個 sofa 中意比較硬身少少。我買 sofa 我都覺得要硬啲，係硬啲會坐得會比較舒服。係啦，因為始終有個腰骨支撐住成個。係冇錯冇錯，都唔會話成身軟硬嚟上嚟。但係咧就係我哋定制嘅有好處，即係軟硬度其實可以調整。可以調整嘅。包括埋單椅啊呢啲咁樣嘅，我哋都全部都可以一式過咁去配套。咁呢一些其實都係全部啦，可以話都係業主啦揾我哋去。訂製咯，訂製去做，啊，咁包括埋其實呢啲皮咧係叫
真皮定係仿皮？呢、這個皮咧就嗰、那個頭層牛皮，呢、這個咧就反而二層皮。二層皮即係二層皮咧，佢係偏軟啲嘅。分別係咩咧？就其實咧就係、是、呢、這個你摸出去咧，佢會更加滑身少少，即係手感會滑少少。今日你坐落去咧，坐緊會偏軟啲嘅。啊，呢、這個會偏軟少少。Okay. 所以咧我哋。會有好，包括我哋展廳啦，都有不同的坐感的一個。因為叫做老土啲啦，即係唔識啦，其實我都係叫得即係知道係仿皮同埋真皮的分別啫。其實真皮有很多講究的係所以咧，你有時咧，你比如講睇相，你可能看不出佢區別，但係你坐落去，你又會知道佢最到底即係個軟熟層程度啊，你話個面個光滑呢啲嘢個區別就喺呢度啦。咁啊，睇下中意邊個質感咯。係冇錯。咁嗱，咁樣講啦，再實際啲啦。係。如果呢一些我不要電動的，我要你這個質地這個級數的，是貴不貴，幾錢呢？其實這樣說啦，這張現在我來搞促銷都是為到不到6000元，即是電動的5000多元，就電動已經有電動的了，有電動都是為到差不多6000元，6000元，如果是不要電動的話大概可以少到1000元左右，5000元，個人喜好，有些就喜歡，有些性價比很高的，你最起碼比我們可以體驗到和感受到做到底質地是怎樣，加上我們可以定制尺寸，都可以定制，是，挺好啊，這個是啦，咁啊，再嚟睇一下窗簾部分咯，陽台咯，呢、這個做窗簾嚟講嘅話咧，一般嗱，好似依家單位咁樣啦，好似我哋客廳啲區域，我哋都會建議就係用翻紗，因為點解啊？你其實你客廳好少有啲遮得好光，即係嗰種需求，除非你話即係要觀影啊，啲嘢先需要用到遮光布，所以咧，一般平時間就做啲私隱性嘅遮蔽就得噶啦。所以我幫我哋夏天都係設計比較透光，係要透光啲，昏暗咯叫做，係就要用一嚿沙就得啦，係即係遮到，但係咧就可以保留翻一部分嘅光線。可以試下效果啦。係啊，呢個咁啊，依家其實黃昏嘅時間都6:30咁上下噶啦，咁當然夏天都會光猛啲啦，咁大家都可以睇到效果。咁另外一邊咧，鏡頭如果你一陣轉一轉咧，我哋一間可以睇下對面嘅，都應該同一個材質嚟噶嘛。對面咧就有少少西斜啦。其實咧，相信你有留意到，之前上一次我哋拍嗰時都已經留意到嘅，就係我呢個窗係做咗裏外唔同色嘅。裏外唔同色，即係我哋封窗係可以定制嘅咧，就係比較嗱，依家裏邊係白色噶嘛，襯翻白色嘅沙，其實入邊睇真係好簡潔嘅。因為咧，點解要出邊要另外一隻色呢？因為佢要因翻嗰個物業對於一個外觀嘅統一要求啊。所以佢外邊一定要跟翻成個整體嘅樓盤嗰個顏色。哦，即係唔怪得我頭先好似過嚟嘅時候望一望，我都有印象係呢間嘅，即係睇到好似黑黑地，入地好似係好透光。但入邊咧就係白色嘅，又唔會喎。出邊咧就係黑色嘅，所以咧我哋依家做封窗其實可以定制，可以做到呢種咁嘅效果嘅，係即係裏白到外黑咯。雙重隔音玻璃，如果做嘅呢個係，唔怪得咧，因為頭先有少少可能啲聲嘈雜聲我聽到。係啊，其實關住你就聽唔到啦。這個就是隔音玻璃和隔熱玻璃的好處，即是它是起到隔熱和隔音的作用。今天呢這蚊網跟我們之前看過幾個單位的蚊網有點不同了，這個蚊網它就不屬於那種高清的蚊網，即是你多少你現在看身的它有波浪，所以它會比較看得到那個蚊網，但它有個好處呢，它收納方便，即係比如講，好似有啲單位佢屋企會有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嘅，佢可能嗰個蚊網往入邊開，就驚嗰個啊會碰親，即係安全問題。但係呢種咧就會因翻嚟講嘅話咧，佢可能喺嗰個采光啊同埋嗰個通透性會差啲，但係佢好處就係收可以收納嘅，都便利使用嘅，係即係比較方便咯，係即係比如講唔開窗嘅時候，佢可以收埋，其實就整個都睇唔到蚊網嘅，係。OK。咁啊，上高啦，整埋嗰個晾衣架，可以電動嘅呢、這個落嚟。所以咧就更加多嘅，有時咧我哋喺設計過程中就根據個業主嘅一個使用習慣，同埋佢一個家庭成員，我哋係考慮到每一個部分嘅細節嘅。呢、這個洗衣機都安裝埋咯，係洗衣機同埋窿嘅啫，係即係依家業主係未買大嘅魚缸之前，佢都有缸魚，即係呢個位置都考慮到嗰時話要。因為有養魚啊，要清洗啊咩嘢，我哋先會喺度再留咗一個細啲嘅一個洗手盆咯。洗手盆位置係真係可以換洗都可以方便啲，係。幾好啊諗法。咁啊，我哋就睇下啦，廚房啊、餐廳位置啦。頭先睇咗張台啦。餐廳啦，其實一樣嘅，開咗冷氣，其實有一個風扇加強下個嗰個對流風啊，其實都比較舒適的。都係㗎，因為其實你開完咧，其實反而係慳電啲。是真係慳電啲嘅，因為你冷氣就唔使校到咁高啦，反而開下風扇都會比較好嘅。
今天呢就當然啦，我們都即係凡法理裝嗰套，佢哋係無風翼嘅。但係無風翼同埋大風翼，當然啦，一個美觀同埋一個實用，大家都要搶一個平衡。我覺得呢間大啲咧，其實都要即係結風咧，要比較大啲嘅。如果係啊，有風翼嗰啲當然啦，佢嗰個風力肯定會大好多嘅。係。OK， 咁啊，睇下廚房啦，一個 U 字型嘅。係 U 字型嘅廚房咧，我哋點解即係其實呢個廚房係比較細嘅。我哋咧，所以我哋設計時咧，將嗰個雪櫃啊，我哋就搬咗去餐廳嗰度。唔怪得啦，雪櫃喺嗰度。係啊，其實雖然話細細地嘅一個廚房，你依家睇嗰啲嘢擺設好咗之後咧，其實覺得哦，就真係好實用。齊曬，因為你啲咧，該放咩嘢嘅地方都有啦。就將個功能性咧，就搬移過去餐廳嗰邊，咁啊嗰邊就變一半嘅裝飾。係，明白啦。而今日咧，餐邊櫃嘅功能有一部分就反而擺咗入嚟廚房，比如講電飯煲啊，啲煲都可以放得兩個。嗯，係燒水壺啊之類啲嘢，其實比較齊全嘅。反而如果你話真係雪櫃冇辦法啦，即係夾硬擺呢度咧，其實基本上呢個廚房就真係好細噶啦，真係好細嘅，因為用埋雙門嘅呢度都用唔到。係，差唔多用到一半位置。係啦。所以我哋更加多時咧，即係要因住個空間嚟去考慮到點樣去分配咯。因為咧，你本身你比如講，你廚房同埋個餐廳隔得咁近嘅情況，佢當係半個餐邊櫃嘅用途，都係 OK 嘅。係啊，同埋你呢度一 set 過咧，我聽過業主呢個呢邊都唔平㗎嘛，成 set 嘅喎。係啊，一個蒸爐同埋一個焗爐都係澳大利亞品牌嚟嘅，一個進口品牌。咁當真係即係可能搜下。咁啊，呢啲靚嘢梗係要俾人睇下噶啦。咁啊，成個都，我覺得變成係咩咧？就將啲靚嘅嘢咧，就擺出嚟，係當一個裝飾品去睇。其實係俾展示啦，即係有少少點綴性嘅嘢喺度咯。係啊，係啊。比如講咁樣，雪櫃上面可以自己自由啲貼啲雪櫃貼啊，呢咁嘅嘢都 OK 嘅。OK。咁啊，反而你話啊，整完啦，焗完啦，呢個拉出嚟，就擺翻喺呢度，又好方便，即係喺嗰個方便啊，同埋個美觀方面，我哋都會考慮到嘅。跟住呢個位咧，就頭先睇咗啦，就係個多功能位啦。多功能位。係啦，咁啊都用曬啦，我哋。其實好多單位佢會有啲咁嘅贈送面積啊，去點改，我哋都會想辦法因住佢個使用習慣咁幫佢盡量用足嗰個空間嘅。嗯。係。咁啊，上次咧，如果有興趣又可以 click 翻上次條片去睇翻上面嘅空間，係啦。咁啊，睇下啲房間先。因為實我咧特別要講咧，就係呢間係呢個係個兒童房，一睇啦，一睇咧勁係一個嚟，一睇就知道係女仔嚟嘅設計，小朋友係女仔嚟嘅。即係咧，有時咧小朋友我哋會充分考慮到第一個顏色搭配啦，第二個我哋仲要考慮到小朋友一個收納問題，係即係小朋友會比如講書籍啊、公仔玩具啊呢啲咁嘅收納嘅嘢，其實需要好多嘅燈帶、書櫃。係燈光啊，顏色布告啊，我哋都會考慮到嘅。公主嚟嘅呢個粉紅色，好襯啊！真係成個公主粉好襯喎。呢個係玫瑰少少玫瑰金色嘅。杏粉色。杏粉色嘅呢個叫咩咧？叫藝術漆。呢個係藝術漆嚟嘅。係，即係佢藝術漆咧，佢喺燈光照嗰時咧，佢會有淡淡少少嘅反光，加埋有啲紋路。係。顏色又唔會好死咯。好舒服。係，即係會比較靈活少少。嗯，好，咁我哋望下洗手间或者主人房先。嗱，呢个啊系啦，上次你讲嘅，我觉得好紧要呢样咩咧，就你话提过业主可能老人家住啦。系啊，呢个咧就考虑好多嘅，比如讲好似我哋依家其实好多装修时会遇到有长者，即系长者需要嘅话咧，比如讲个马桶得边个扶手啊，即系比如讲好似系冲凉嘅位置嘅一个坐板啊，即系呢啲位置我哋都会充分去考虑到嘅，包括你话有时有啲。即係方便使用嗰啲一啲咁樣嘅拉燙嘅一啲板啊，我哋都會考慮到一個使用方便。即係咧，好似如果屋企有長者嘅情況下咧，我就個人都係建議，好似依家咁樣，即係做浴簾，盡量都好簡單啲咯，唔需要推啊，係唔需要做啲太多玻璃嘅嘢，因為咧考慮到佢使用方便嘅嘢，係成日浴簾嘅話，使用起身嘅話，其實都比較即係比較方便。呢個係啊，呢個係，因為我就係。係啦，而最多裝咗掃地機械人嘅，掃地機所以咧好多時候我哋如果有呢個需求要裝掃地機械人，我哋都會喺即係方便佢使用嘅位置留好水、留好電嚇，
即係令到佢可以去到成間屋咁樣去做一個清潔嘅。所以就個就住個個客户嘅唔同嘅需要啦，我哋就佢講出佢哋可能想住幾多人、年齡啊、唔同年齡層啊，咁我哋去同佢去設計去諗佢啲唔同嘅功用點樣會做好啲，即係做一個叫比較貼心嘅一個生活化啦，可以話。係。所以咧，你有時咧，你睇起身好睇，同埋即係使用起身好用，真係兩個唔同嘅概念嚟嘅。係，當然啦，我哋肯定要將個實用性同埋個美觀盡量做一個平衡。係，係，呢個有一個主人房。入到主人房嘅部分，係主人房嗰時咧，我唔知道你上一次好似係微裝櫃，都微裝櫃啊。係，好呢、這個咧就係一個衣櫃係擋咗大部分窗嘅。其實呢個主人房咧同其他好多單位唔同，因為佢係有兩邊窗，但係咧我哋都保留咗一個細窗，係、哦、做咗一個即係淺入去嘅一個層次嘅櫃，即、就、係、是、一個斗櫃、五斗櫃。係會做咗一個咁嘅點綴嘅，好舒服啊！呢個面係啊，呢個就係敷緊 PET 嘅一個門板，好舒服。係依家基本上我哋都會推薦用翻呢種門，因為摸上去嘅手感比較好，好光滑，好似有啲皮膚咧點講咧，好滑溜嗰種感覺，啲邊嗰啲皮膚啊，所以佢就叫敷緊板咯。啊，佢材質就歐松板，佢可以做到一隻門到頂嘅，係即係個門板做到上頂，佢都唔會話容易去彎曲啦，係。OK， 咁啊，嗰邊就一個梳妝台啦，類似係梳妝台同埋電腦台，電腦台啦，係呢啲設計我哋都，包括埋依家我哋窗台做到啲牆板，嗯、其實好多人咧就會窗台啊，會中意攞啲石啊，或者攞瓷磚啊咁樣去做窗台，嗯、其實咧就會造成一個顏色搭配可能多太複雜啦，所以我哋咧就將呢個窗台同埋成個書台同埋個梳妝台做咗個。一色過一個結合，因為整個色系啦，譬如係台面嘅色系全部一個，跟住個包殼嘅用木啦，係包咗嗰個板去做嗰、那個窗台，窗台啦，包括埋個梳妝台啦，係全部一色過，色系就全部都包埋我哋同個地板嗰度去隔色嗰時咧，我哋都盡量搞翻同一個色系嘅，簡簡單單咯，即係我成個咁睇啦，你今次你呢個設計呢個作品咧就簡單咯。即係你話床頭櫃亦都唔會話再整啲咩燈啊、去滲啊、去做啊，就即係反而係即係還原基本部啦。因為有啲咧中意床頭樓，可能做下啲滲光啊、唔同嘅色啊、唔同嘅燈帶。其實各有各嘅一個使用嘅一個用途。比如講簡簡單單掛幅畫，其實個床頭背景都出得到效果嘅。咁啊，兩盞燈喎，點開嘅呢兩盞噶？啊，應該床頭燈嚟嘅，係喺床頭嗰個位置度有掣可以開嘅。係，其實依家我哋好多時咧都會用翻呢種叫做護眼燈，即係護眼燈佢開光嗰時咧，佢個光線啊會比較柔和啲嘅。因為咧，其實你比如講你床頭燈一般嘅用途係咩咧？即係你唔想開太光嘅燈，係啊，有少少燈光嗰種效果嗰時先嚟用嘅。咁啊，當然你話要入黑嘅時候，床頭燈先會見到效果。依家咧就六點幾微天啦，所以冇見到啲咩效果，冇乜用。咁我覺得幾好嘅呢、這個，即係你可能讀書啊、睇電話，可能唔係簡單啲嘅，有個光源喺度，唔好影響到另一半，可能瞓緊覺已經休息啦。冇錯，隔離就睇埋個信息。OK， 幾好感覺。我哋想出去廳度再傾下偈。係。係啦，都係問到啦，價錢嗰部分，我哋出廳先。其實咧，呢個單位咧就按照我依家崩埋有，因為有一部分係業主自己購買嘅，但其實大部分咧，即係比如講櫃類啊、傢俬類都係我哋配置嘅，價錢都係喺四十萬左右。40万左右，幾大啊？呢度呢個側咧就係120几方，有四房嘅，係四十萬左右，即係加埋櫃啊、傢俬啊呢啲咁嘅嘢。但係咧有部分啲你頭先講嘅啲櫃架、電器，即係業主自己買嘅嗰啲就，咁唔計啦，嗰啲唔計，即係個自己添置啦，係即係比講，基本上我哋講就係硬裝嘅嘢，加埋啲梳化、軟裝傢俬，係就電器。因為我其實我上次嚟啦，其實你都介紹過啦，同我都睇過啦，其實。啲贈送嘅空間反而幾多嘅，係啊，其實呢個質係差唔多有110%嘅使用面積嘅。係啊，所以就如果你話計出嚟係超實用，都係你實用得嚟，你係用到啊嘛，用到你就要去裝噶啦。即係呢個同其他嘅又唔同，就唔可以話始終佢冇乜打折嘅，因為有啲可能得可能八成幾、八成半啫嘛。其實我哋又有數計數，即係睇要求。都係咁講嘅，就反而咧就即係無論你係有啲咩要求，裝成咩效果都好，我哋肯定係性價比，即係做啲性價比比較高嘅嘢嚇。產品我哋一定俾到質素好啦。嗱，比好似依家相信你入到嚟有冇聞到啲裝修嘅味道？其實冇嘅，冇
到上一次到依家過嚟，其實一個月其實係一個月唔到咯。係啊，其實咧，所以我哋用嘅料就係、是、直接你入到嚟，自己都可以感受得到嘅。嗯，係即係冇嗰種即係人哋講嗰種裝修味啊。係呢個係啊，即係其實你唔講我都唔覺，因為就算我香港自己嗰度裝修啦，我即係到依家咧，其實我都仲聞到有啲嘅，係有啲嘅，因為我鼻係比較敏感啲嘅，咁即係唔係話特登去比較啦，但係你話淨係去咁去講，其實真係冇乜感覺咯，即係你唔提我唔感覺有。第一個咧就都係嗰句，即係我哋交付俾業主，無論係無坯裝修或者係甚至攞啲傢俬電器，我哋都會幫業主。全部做一次深度的清潔先交給業主，即係當然你知道深度清潔咧就真係搞得好細心嘅，傢俬啊啲咩全部都抹乾淨。其實有很多時咧裝修同埋入去聞到嗰陣味咧係即係啲包裝味啊，即係可能佢清潔嘅時候冇抹乾淨啊，要抹一抹啲藥水啊嗰啲啊咁樣咯。Okay. 所以咧好多時候我哋做開出嚟嘅嘢真係可以達到即時入住咁樣嗰一個用途嘅。整體嚟講，其實同上次啦同入嚟最大分別都係啦，温馨。舒服舒適係啦，睇個感覺咧就即係可以話唔同咗啊，完全兩樣嘢嚟嘅。所以有時裝修嘅交付嘅效果同埋效果圖效果又係唔同，即係咧一步一步咁樣見到一個作品完成，係咪啊？都好開心啊，因為都係個零月一個月唔到，咁啊見到個變化，同埋業主都好開心啊，分享呢間靚靚屋俾我哋睇下。係啦，咁啊大家如果想查詢啦，或者想了解多啲咧，歡迎。留我哋電話係啦 ，WhatsApp 我哋係啦，我哋係自家裝飾係啦，呢位 Lucky 係我哋嘅設計師係啦，咁啊歡迎再下次再收睇啦，好，拜拜，拜拜。